你很厉害耶，叫做妈祖经理耶，每年都会有个美食的飨宴，是，板凳啊，做澎湃，对，但是想讲你推陈出新，然后请了两个天菜主厨来帮忙，这轮胎呢？啊？会当安尼哦？切了。啊，你看你现在想要做啥？胡椒虾，多少钱？胡椒虾，咱这毛产地毛羊，咱是羊肉啦，用羊巴啦，哎，你嘛，这是腌制虾。哇，现在在创啥？现在大哥你好，那这个也是日晒盐的哦。对，叫天日盐。天日盐，天日盐。为什么叫天日盐？就是太阳跟太阳在晒的叫天日盐。哦。啊，那个有用蒸煮的叫煮盐，煮的盐。它是天日盐，就是太阳跟月亮这样每天蒸的话，就是日晒的盐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可以来帮忙打工，然后改。外国盐油，暗时啊，阮要着办桌，啊，我们做迄个盐烤鲜烤的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吗？反正照用，对啊，主要是爱教伊啦，因为我袂晓，用咩来用？我讲用这啦。咱即马也是拢用这种盐油啊，以前用的是竹盖，竹盖啊，即马咱吼，那个比较科技的嘛，用安尼较袂晓，啊，咱甲扫哦，啊，咱甲扫哦规堆，啊，要创啊，甲扫哦做伙。这是泡料的盐，啊，因为嘿，啊，这烧火做伊就是对啊。这是那个三斤就掉啊啦。哦，把烧火做。哎，你要较高哦，你要较高哦，你做高这边。哎，啊，你这是海水啊，什么海水？海水啊，啊，你安那做诶？海水，即马迄个汽车大桥遐，台湾来是海水嘛？印尼来啊？印尼来。市草的啦，市草那边海水进来的。对。引进来，恁这拢有设计过的对吧？对吧？应该是管理来的对吧？对。爱用规堆料就用这啊，是爱过来创啊。咱这话家是拢因为现在时代在变迁，都是来做文化产业的传承的交易。对。所以家是无咧吃。对啊，对啊。吃迄两家，迄两家有咧用收费吃。哦，迄两家，因为。喜爱食尔，收一届甲水洗掉，洗一届。但啊，这无变价，今晚突然什么意思？这红灯在玩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就要省，你唔怕省过？都先省的哦。你唔怕省过？真的，我怕省过。没哪省，你甲吐啊！你讲。吐啊！一堆安尼啊！啊，你好省，我说你先看门，啊，就吐起你娘。你也香吗？你看，吐北去理发，安尼哦，哎，不错呢。你是意思是安尼呢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安尼呢？对啊，安尼啦。哎，来看一下真正结晶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来一块，来看可以吃的，走。所以这边真的是有在日晒，有在可以食用，对，可以食用。啊，这个什么盐？这是天然海盐，海盐，天然海，天然海。而且这当时都是因为日本的哈，拢将用日本的，而且你敢吃，非常回甘，特别当吃，也当吃啊，是漂亮，也回甘，来吃一点，没水感，哎，它真的没有那么死咸哎，而且会回甘，嗯，很神奇耶，哎对呢，无哈死咸哦，无够咸，它会回甘，因为它含有很多矿物质哦，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家庭食物哦，它都需要买这个天然海盐。当然啦，因为现在天然的台湾省已经很少了。对啊，很少。啊，咱用这做鞋啊，我用这来做鸡烤，好不好？哎，鸡烤熊赞的啊，盐焗。啊，我安尼好，我帮你杀，啊，你等下分小块，我来做。我分一块去做菜的。好好好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吐开。哇，这么绝吐开。我来用，我来用。哎，吐。来。这个盐。那个掐灯啊，甲大家吐灯就好啊啦，哦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啊这吐灯等包起来卖啊你，对对对，哎，唔免阁洗洗不行，这太湿了，这么普通咱的盐焗虾啦，是咧做洗酸菜啦什么在用，啊咱起码是咧做食用，咱能再用盐卤水把杂质再洗掉，然后用咖啡机把它打碎。用咖啡液泡水哦，过滤一盖，安尼较干净啦，较干净。啊，咱普通也是以前是咱日本人安尼做起啊，日本人是安尼做起啊。安尼做，上面我们等一下做的盐焗，外面它有虾壳，对呀对呀对呀，我们主要是要取那个味道，所以这个就可以。OK， 来，嘿，来，嘿。来，嘿，不搞我啦！来，行了，搬书回调嘞。我实在很会推这个，你好稳哦，你好稳哦。我以前在做陶醉耶，
万事回调哩。呀呼呼呼呼，嚯！是，哎，去看看倒落，去看看倒落。倒落，倒落。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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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有无？啊，看顶下咱要炖的盐，较顶另外本，另外本，好，另外本吼。好啊，啊，这是放啥？有啊，豆花卖无？什么豆花？啊，有豆花。盐卤水的豆花，盐卤水养生豆花。哎呦。好啊，看我们两个就是豆灰，阿毛一刀我灰啊，豆灰，阿毛腌卤水的豆腐啦，豆腐，豆腐，哦，啊，确定啊，拢你摕转去，咱来看一下，来看，好，来看，好，好，好，咱这豆灰哈，啊，咱原则上咱这嘛是一桶，拢咱这嘛是用2000cc，2000cc，1000cc 加15cc的盐卤水，2000cc 加30加30cc，啊，确定用来点个蒸。第二，落去蒸煮了好啊，哈。啊，咱即摆咧两千，接到两千 CC 啊。两千倒了，哈。你等下倒，倒安尼甲倒了。安尼拢总两千呢。两千嘿，接两千哈。安尼所以加30cc 的盐卤水就对啦。对，操作可以。我就我来。哈，这是咱晒盐产生的盐卤水。就是我甲迄盐用做水嘛，稀释做水嘛。是甲盐结晶起来，钠就降低，对，啊，那镁就提高。我们这是要靠镁跟蛋白质结合的。对。啊，因为镁是养生的。对。啊，这是要靠镁哈。对。啊，那个。这个盐卤水我们因为有混浓色，因为它有度数盐藻，对，它有度数盐藻哈。啊，盐卤水加豆浆就变豆花，哎，然后去下地蒸就变豆花了。啊，如果豆浆加盐卤玉会变什么？盐卤玉，哦，那就变成书，变成一本书了，一本书。还是大概盐卤玉，然后到下地，差点想到他曾经的女朋友了。我们个豆蕊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你这个拿来，好。伊就变豆花了，干啦啦，真正假的，所以伊就变豆花啊，真正假的啦，对对对，吹吹吹，我准备吹，啊，迄啥，这豆腐，这豆腐，这等下做阿母要切，豆腐要甲送来食，哦，你切，这边哪切啦？我知，这豆，安尼呢？豆，安尼甲摕起来，摕起来，摕起来哈，哎呦，啊，这两个放到顶罐，放到顶罐，啊，这豆腐嘛用盐卤水呢，这用盐卤水豆红的，啊，这怎么那个切着就可以当吃？随便你想切怎样都可以啊，切了绝对绝对咩？啊，都好啊，好。你这样呢？哦，你莫切着手啊。没啦，没啦，我这不是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切的拢平均大小，你有看到无？对对。但我想讲对中安那个切的较顺啦。啊，等下佫佮切一个对角，安尼好不好？没啦吼，来来啦。伊那还嫩啦。对，而且这咱因为打现烧烧嘛，这样子一块一块。中嫩的啦，莫爱我用开的，我用开的，中嫩中嫩用过。没啦，没啦。来，我用卡的，你今天中了，中了，我中了，我自己来，我中了，用卡的较袂难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吹弹可破的豆腐，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别来，来来。如果这哈上面哦弄一点点葱，一点啊香，啊豆腐啊豆腐，好好吃啊！没，就是光麻呀，真的吗？原味就好吃。嗯，有没有招不了？嗯，那招不出来啊。对，还有带一点咸的，反正带一点咸的，所以我这样子哈，然后那个皮蛋掉掉，够好讲。哎，真的好，口味好好哦，嗯，你的豆腐好好吃哦，对，这个好喜欢吃你的豆腐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厉害。哎，会哦，那我们现在盐拿到了，我们还可以有豆腐，等一下还有豆花。今天晚上吃到的加菜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开心就加菜了，大加菜。OK， 好。啊，你这六营你不要来了，对，来我们这样，来我们这样啊，我们先来做一奖品，做一奖品，好。就这间，就这间。嗯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可能你可能看不惯啦，我以前跟这差不多关的时候，我就在来买啊。是哦。哎，你是那南台什么嘛才关啊？港片。没有，这做很久了吧？民国62年到现在了。哦，啊，您第几代？您第几代？第二代。第二代。第三代。你第三代啊？第三代，来，你来。啊，为什么第三代跟第二代看起来没什么差呢？哎，你好像他姐姐跟弟弟。对啊，年轻呢，哇。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北藤贵。哎，韩记泡。哎，那个北藤贵嘛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我煮细人吃个大汉，但是我唔知要安怎做。哎，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来学？然后，因为我们晚上要板豆，可以啊，教我们一下好不好？像像给蛋干，辛苦哦。哎，都可以教，都可以教。那我要找那个，我要找那个就是扛棒上面的那个人。哦，在里面呢。在里面啊，进去找一下。啊，那你不用做力，我来吹，我来吹一下。
弹棒上面那个，哎、欸、哎，有点像哎、欸。啊，有爸爸，得得力啊！那相片内底敢日本人？日本人哦，哎、欸，你卖恁当，你看后边嘞，我对看卖啊。日本人，日本人摸唔着，有爸爸，日本人摸唔着。哎、欸，你看从以前这样搭搭的安尼摆。哎，阿尤爸爸，你阵那是安怎发明这迄落白糖粿？你安怎发明的？较早是喊落迄个咧卖面啊。哦，你本来卖面哦。无啊，迄个我咧做胖，较早。哦，你做胖。做胖的。对，做胖仔。啊，那会那会发明这？学。哦，你是去学的就对了。哦，伊嘛是去学的。学的啦，他学的就把他整个这样，又是什么传承？丢。还有把以前学到的一些哎、欸、记忆中的好味道，把它整个这样传承下来。现在又第二代，这么连林孙都会晓啊呢，对吧？第二代、第三代啊，你给我们夹一个，大那种，会当给我们夹一个无？好不？我今日夹。你叫林家给我们夹呢？好啦，夹都袂使啊。好好好，等到现在后面都出师了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要去学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，赶快订阅。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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